大家好，欢迎来到大洛杉矶地区河滨县的门尼菲。我们将帮客人以63.5万拿下的投资房，以租金3300美元的租金租出，今天交房给租客。这套房子5房3卫，室内面积2473平方英尺，占地面积7841平方英尺，学分6分、2分、4分。一楼有一个卧室，一个可以洗澡的卫生间，还有4个车库。二楼有一个小的 loft， 3个次卧共用一个卫生间，一个主卧自带洗手间。这套房子7月底完成过户，卖家在8月7号将房屋进行了交接。我们提前将房屋上市出租，并且注明了不可提前看房，只能在7号之后才可以参观。在房屋上市后，我们接到了不少的潜在租客预约时间看房，也发出了几份申请表格，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短空置时间。在房屋可以参观后，我们接到了一份申请，租客的各方面都很符合我们的要求，本以为可以快速地将房子租出。在确定了租客后，我们便加速与租客联系，协商租约细节，以便早日签署租约并交房。因为马上就要进入房屋出租的淡季，不宜多做拖延。然而，在租客得知自己的申请通过后，回复速度明显变慢，从之前的每次联系必回，变成了每天晚上回复2-3条短信后便再无踪影。根据我们的经验，这种租客存在着反悔的可能性。果不其然，在预约见面的前一天，租客突然发信息说要取消合同和第二天的碰面。根据市场对比，此套房屋在周围的竞争力很强，虽然心里比较着急，但是也不用慌乱。在被毁约后的第二周，我们收到了另外一份申请，申请人为未结婚的重组家庭，带着2儿2女，两人的收入和存款都比较不错，电话交流时感觉人也不错。然而在做过背景调查后，发现其中女方的信用分数非常低，并且在4年多以前在其他州有过被驱赶的记录。我们便去对应的当地法院网站调取对应档案，可是由于时间过久，并没有任何对应的记录。虽然男方的背景调查比较不错，但是由于女方的问题也让我们产生了迟疑，于是我们便与对方进行了电话沟通。通过电话沟通与协商，根据申请人的情况，男方说自己的父亲可以作为担保人，并且可以以自己的父亲和自己的名义来签署租约合同。我们要求男方的父亲递交了相应的材料，并进行了背景调查。调查发现，男方的父亲信誉分数800多分，而且没有任何的不良记录，收入状况非常好，自己也有自住房和其他房产投资出租。在与男方父亲进行了电话沟通后，老人也了解自己作为担保人的责任和义务是与租客一模一样的。换句话说，如果他儿子有任何违约的情况发生，我们会同时对他与他儿子进行追责，并且所有的记录都会显示在他的公共档案中。老人表示自己愿意作为担保人，并且相信自己的儿子不会有任何违约，而且老人自己也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负责。同时，也由于我们没有收到其他申请，并且解决了信誉问题，经过屋主的同意，与他们签订了合约，在周日进行钥匙与支票的交接。What year was this built? Ah, 2003, I think. 2003? Yeah. My house, I, 2005, we moved in that, and then we lived there 7 years, and then bought another house here in Canyon Hills. Oh. Are you familiar with the Canyon Hills? Yeah, I know. The big park is? Yeah. I live, it's a gated community. I live by that park against the hillside there. So we moved in there 2011, I think. So we've been there, and we just paid the other house off. And yeah. So you are from here. You are from here. So how's Menifee? How is it? It's excellent. I mean, one-stop shop in the Menifee marketplace. You got everything you need right there. Yeah. We do a lot of shopping there, but you know, I work in Riverside, so my wife works in Corona. She's an escrow officer for First American. Wow. Nice. So right now you're living in San Diego, right? Yes. So absolutely. Why do you choose to move to Menifee? To be closer to the kids and the family, and get back up here, work a lot up here as well. Okay. So how do you like the city? What do you think of it?
this area. I love this area. Menifee is very nice. Okay, so like compared to San Diego, is there anything special about Menifee? It's affordable living compared to San Diego. Yes, absolutely. I see. You can have a nice house like this and pay the same amount as I pay for an apartment down there. Yeah, so how do you like this property, this house? I love this house. It's beautiful. Like 5 bedrooms. Yeah, it's big, the 4-car garage. Yeah, suitable for a bigger family. Yeah, absolutely. Okay, thank you so much. And this one is for the moving gift. Oh, a little bit, please. 从这个案例可以总结，即使找到了比较心仪的租客，在没有正式交接支票和钥匙之前，都需要继续寻找备选租客，并且继续预约其他的潜在租客看房，为意外做准备。另外，也想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是帮助别人做担保人，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如果被担保的租客违约欠租，担保人也会被追责，信用记录也会受到影响。截止目前，我们上半年帮助客人买的11套门尼菲投资房全部顺利租出，价格从58.5万到68万。目前有一户前屋主正在返租中，以$3,100的价格返租到明年4月。有一个房子租金为每月$3,200，有5个房子租金为每月$3,300，有4个房子租金为每月$3,400。目前仍然有大量的投资客已经做好准备，等待市场回暖或稳定，只要遇到好房子，随时可以出手。同时，我们也开通了门尼菲看房直通车项目。如果您也需要房屋买卖、出租管理、房租担保服务，可以在描述栏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加入我们，让您的美国房产投资一路平安。